先看一下了。你那拿手机了，拿手机了，这跑掉太可惜了。多大呀？差不多有3到4两了。这样大的。3到4两。要不要帮你拿？你把弄弄了。把它扒了，拿着拿着，不要卡了，看不要卡了。你这里有点卡吗？是啊，网络不怎么好啊。哦，头来了。头来了哦。这个千万别让它跑了，一口啊！我靠，没勾到。你钩尖是不是朝上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蚯蚓要搞好一点啊！我操你大爷！赶快捡出抓！引出来引出来，别放进去！别放进去的，太让偷下，太激动了，不叫稳不稳？稳了稳了，稳个毛！要不要我来呀、啊？稳个毛啊！啊！哎呀，要不要我来啊？你这。太急了，你引出来就一口啊！把这中钩搞下，不要搞了，相信我，这样好多了。说急死人了，钓个鳝鱼，我都急死了。说实在的，哥们，对，别放进去，慢慢的引出来，就一口就上来了。没勾到，刚才勾到一点点应该。来了没有？别插进去，就在旁边就好了，他会来的。我靠，搞毛线不来了吗？你钓的有点太激动了。来了，来了吗？来了就把它引出来。能拉进去了。拉绳子，拉绳子。不知道我们应该不稳，稳了稳了稳了，哎，你说不稳了，哎呀，我来啊，要不要啊？是太轻了，这不稳，我就知道你钩子搞好一点，你那个钩子太小了，不是钩子小啊，是你那个没搞好啊。还吃，还吃啊？还吃，还吃，把它引出来。它你要吃的时候，它又吃到了，吃到了。嗯，拉拉拉，搞好蚯蚓了，不行，慢点来了。那让我来，我给他一次机会啊。怎么样？不是我找的鳝鱼啊，他找的货、啊。不是引出来没用的。啊？不是你的问题，他吃的很轻，吃下去的。这个还吃得轻啊，这个吃得很不轻了、啊、放心放心，这下绝对一口了、哦、啊，绝对一口的事情了，现在不急，这个是钓上来才知道啊。来了没有？吃了，好轻，那肯定吃得轻了、啊、你看能不能引出来，我们引出来钓、哦、好的好的好的，你翻进去你都不知道它是它那个洞下颚朝哪里的，对，你就引出来钓吗，慢慢的，它不瞎吗？来了，对，你这引出来钩尖朝下吗？朝下的，让它拖一下，来，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来啊，你让我搞一口嘛，是吧，那搞不上来，搞得不吃了，货也不上，哎，他不给我钓啊，知道没有，搞这一口搞不上来给你钓，可以，这一口你说的啊，说了搞不上来给你钓，你搞不上来我钓，对，说了啊，说到做到，来了啊、哦！好狡猾了，被勾了几次。
来了没有？来了啊、哦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钩子摆一下，我搞他送他一钩啊！来呀、啊！这下看一下了，这一口你能？这种要送他一钩了，你不是那样送的，大哥。那我来，我来了。吃了，来你拿着。不是不吃，我来搞他一口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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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摸露头了，快！露头你不理他，不理他，钓不上来，明天来钓嘛。等一下，让我看看。哇，就在这里。你钩子搞成这么弯，把钩子先整理好。到洞里去，到洞里去，可以抓得到，你信不信？别抓！我使劲一抓就抓住他。啊！别抓了，再进去了。牛逼吧，这个哈、啊、就是这技术，跟你说来来来，别的技术没有，但是技术绝对有的啊、哦、是不是这个都是 啊不是啊，他把他抓上来了，直接把他抓上来了，这个人才、啊、想跑、啊、跑哪里去，对不对兄弟们，这个都不给我机会啊兄弟们啊。